里就是 Florence Falls， 然后这个水瀑布下来以后，下面的这个水池呢很舒服，然后也有那个小阶梯，然后也有很多人呢在这里面游泳，所以应该还是很安全的，应该是没有鳄鱼的危险的，还是很漂亮的。然后它这周围的植物很绿，因为现在是湿季嘛，雨水很足。